饭，今天吃梅菜扣肉，还有竹笋。还有我们的麻辣梅豆腐，今天是活动力减四米，真的，农家手工自制。麻辣香香，梅豆腐大家一定要放一放再吃，越放越软越香，口感细腻。这个梅豆腐没有任何添加剂，
姐妹们早上好呀，香菇鸡汤米线。这个不是辣的，能不能吃辣的姐妹都可以去试试这个香菇鸡汤米线。这个鸡汤味儿超浓郁，姐妹们想要多一点的话，就是把水加多一点，然后多泡一会儿。上班的姐妹，不知道吃啥的，拿桶香菇鸡汤米线，又不是辣的，又好吃，拜拜。